Jack Panther. Chào đâu. Chào đâu. Cái gì nè?于11月15日12时许接获报案，在延平北路6段与社政路口有计程车与机车间行车纠纷。经查，系转弯车未礼让直行车所致。过程中，机车驾驶有出口谩骂、并脚踢计程车车门之举。原警获报后，旋即到场处置。现场口角纠纷，无人受伤。全案已依刑法毁损罪及公然侮辱罪，移送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士林分局呼吁民众遇行车纠纷，应保持理性，收证完备即可报警就办，无需当下与对方正面冲突。士林分局绝不容许暴力犯罪，违者将依法就办，绝不姑息。